Right, we are at the Royal Vista Golf Club. 我们现在在 Royal Vista Golf Club 打棒球，不是打高尔夫。是啦。打什么？打 golf。打高尔夫球 ，OK。所以我今天有两个 caddy。This is caddy number one, caddy number two. Right. 这个 caddy 很贵哦。好，那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因为这次来美国啊，都还没碰到球杆，那今天是第一次。那今天这个是一个十八洞之旅。那我。就是我们来做三栋的 vlog 给大家看，然后也让大家感受一下美国这边打球是什么样子。那因为在亚洲啊，大家都会有甘地这个活动。那这边的话，就是他给你车钥匙，就像这样 ，OK。然后车像这样子，然后你要就要自己开车 ，OK。没错。下太阳快下山喽。Par five。Backspin tee，Let's go。这球应该 fairway 吧？我看是蛮直的，我打飞，对，我有一点 fade fade shot， like 是这样子，就是深卡球，快速下坠。OK， 好。OK， par five 第二杆，剩下210码，拿小鸡腿，冲啊！土挖太多了，小鸡腿的啦。按了按了 pinch right pinch right OK three on OK 这个是 par five 然后 three on 所以这是 birdie shot OK 要抓一只鸟抓一只鸟但是呢我觉得我有 par 就投小了真的朋友 Come on let's go Whoa birdie yeah. Let's go Yes, yes, yes. OK, 其实非常 lucky, 因为其实很少在 birdie。那这一栋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要来保 par， 然后 save our ass。是后面还是这边？你开错了、哦。我不确定哎。Wow, OK, it's OK。那这一栋呢是420码的 par four， 意思就是说，也是你的 driver 要打越远越好，然后能多远就多远。Fairway, baby. 你看天空好漂亮哦。OK， 第二杆刚刚driver 打得还不错，现在剩下100码，我拿56度，瞄过。Hi, let's go, go over it. 哇、oh. ！天快黑了，这里没有那个像亚洲这个夜球会有这个灯，所以我们要赶紧的赶快打。所以这第三 par four 第三杆。啊，线错了、哦！有没有信心一次推进？差一点点。Bogey。OK， 刚刚上一道 birdie 这个 bogey， 打平。打平 ，break even。这一洞是一个 par three， 就是三杆洞。那它160码。OK， 我就拿。八号处理啦，你可以一杆 on 吗 ？Par three 一定要一杆 on 啊，没有一杆 on 就很难抓，就丢脸喽。不是就很难抓 par 了，加油。OK， 是不是太猛了？没有没有 ，pinch right， on 哦 on 了，帅哦 ，pinch right。哦、oh, ，差一点点，滚出来耶！哇，太可惜了吧！本来可以 par 的。Hi, how are you? Pretty good. How about you? Good, good.